今天给俺家收买了，俺爸和他家那个女婿几个也不在，啊，我来当这个家哈呗。那一会儿你再开个。帮助了没？不用给俺大爷打电话了。来了，我这三辆车差不多了。我给他打个电话，别来了，来了，打开来了。八亩地，八亩多点儿，你。我叫他，我问那刚上来看那要不要？那咱得问问刚上来，给刚问刚上。啊，里头有个青的，叫他来看看，看他要不要。有个青壳里头，多有青的里头。反正叫他去抢，反正啥的。为啥会有青子啊？那不能挖了，那天烧焦水干死了。啊哈。干死了，底下有起来的。这种庄稼就是不容易啊！起来了，起来，底下到青坡啊！今年收成中。开过来，叫那大爷开过来吧。我们家的小麦今年还行，就是中间有一点没交到。上当！那人家也要啊。赶紧开过去，指着那空车，叫那大爷开过来。好。是。我的几个啊，太不少了。呀，其实我的生命可成了一年十年。8356，我的七。啊。啥价多少？一块二。中。600。8300。这个天儿，把这尾巴收了没？大家开心不？开心。你该花这个钱，花这个钱是心里是最对的。对，这失落啊，花这。走，来，老板，让你吃。